世界只听着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什么我忘掉，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。我是女生，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，女生，我是女生，我是女生，爱哭的女生。入众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四季改名为《乘风2023》，邀请到多位台湾女星参加。在开播前，甚至被爆出徐怀钰因商演过多、练习不足导致影响团队的表演，让同组的贾静雯感到相当不满。而在最新一集的节目当中，可见徐怀钰在表演中频频看向身旁的队友，边看边做出动作，明显忘记舞步。当镜头带到他和贾静雯时，徐怀钰的表情也明显不自然，让不少网友相当失望。对此，徐怀钰的经纪人也回应了，徐怀钰的演唱会《我们的故事》很早就预定且开始筹备，到后来浪姐似敲定，还发现时间相当紧凑，与演唱会之间只剩一天的飞行日。但为了不让期待已久的歌迷失望，因此徐怀钰坚持演唱会要如期演出。但奔波的行程果然还是影响体力，毕竟早已不是少女，纵使满满热情，也需坦然面对不完美的表现。经纪人表示检讨是一定有，但更多的是感到心疼，并坦言在录制浪姐四时除了演唱会，的确也接了一场商演。经纪人也有感而发，强调每个表演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，我知道他都用全力去吸收练习，这是这段时间时刻与他相处的我能由衷说出的实话。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，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，你不要让无谓纠缠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好可爱，女神女神，你不要学了我的你落装酷，站在巷子口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，因为我们没有萍水相逢过。我是女生，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，女生，我是女生，我是女生，爱哭的女生，我是女生，我是女生，奇怪的女生，我是女生啊啊，你不懂女生。事实上，久违复出歌坛的徐怀钰花了很多时间上课及健身，还必须去追上这几年时代的转变和不同形式的舞台经验。现在的他从当年唱跳玉女成为了人人口中的回忆杀，纵使初衷未变，但需花上时间重新找回站在舞台上的步调，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并改善的。经纪人贴文曝光后，也涌入不少网友加油打气，并期待徐怀钰往后的表现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突然被你颠倒，听见危险讯号，这个姐姐姐就是喵喵喵喵喵喵，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小风汪汪叫，孩子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，这会出现好多的气泡，你也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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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我太感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上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上海，对，吃大闸蟹。你干嘛告诉别人啊？信哥，很老要定哎，有秘密，又不是在207，你怕什么？207那就严重了，对不对？信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要讲一下，我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，关我们屁事啊！没有，没有，粉丝照顾一下，粉丝粉丝吗？因为你的偶像不是那个陶晶莹，来来来看一下，你是我的偶像，露露露露，好吧？你也看一下台湾艺能界一代不如一代，看一下。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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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前的那个第一首带动跳就是唱徐怀钰姐姐的歌，哪一首？那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娇等一下等一下，姐姐两个字不要讲出来，徐怀钰对姐姐那是谢金燕不一样，谢金燕我现在不是美了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徐怀钰他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是台湾第一个偶像，然后歌唱最好的。对，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失言了，失言了，失言了。对，对了，当宪哥，我来补一句，当时，对，当没有，他当时，
他歌是真的很能唱的，欸，他的声音到现在都还是很清亮，对，好可爱。我跟你讲，他说一出来就把范晓萱打挂了，哪有哪有，不是打挂，打趴，哪有哎。后来范晓萱放弃了，干脆唱摇滚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唱爵士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太真的，吹了。不过还是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，对对对。你唱的更好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当然那当然，对。当时我唱的比较好，要讲女生，当时女生你唱的。可是在我之前的时候，宪哥唱更好啊。没没没没没没，大家不知道事就不要拿到节目里面讲。不要再捧他了，我必须要说，徐怀钰小姐怎么样？不免俗套了，问了这句话，哎。别来无恙，你前面用过了，不一样嘛，因为都老朋友。别来无恙，别来无恙不是是一首歌吗？唱什么？不是，我只是关心。他真的在问你啊！你不能每一次都让我在社会版里面看到你的那个，是不是？社会版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你们两个都有哎。我对啊。宪哥是比较长，对，我的都比较大条，但是我还是关心你。非常圆满，对，圆满了，很圆满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好嘛。我们好好来关心人家一下，真的真的，感情方面可以聊吗？感情方面在等待，又等待了，你看。不是啊，你要等待啊，因为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，对不对？好男人都结婚了，剩下的就是这样子。你为何要等待？难道你不知道我都在？这是哪一首歌？这是什么歌？你这是公开的吗？我今天讲这个话有多大的勇气？熊熊在，哪有怎样？关你什么事？熊熊不关我事。屁事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女孩子是全世界最可爱的。对啊，你不能再被受伤害了。真的真的，我知道每次都是一些不好的事，情伤啦啊，或者什么好。但其实这就是人生嘛。我们都遇过这些事情。对啊对啊。都很烦这些事情，而且还会再遇到。但让它过去 ，Let it go。Let it go。Let it go。Can't hold it down anymore. Let it go. 我就会唱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会唱。我知道艺能界真的一代不如一代。我道歉。搞得我跟宪哥的心一代一代拍电影。一代一代。安娜贝尔的女主角，安娜贝尔。这样也可以演哦。哎，这个有点怪。我这个有点怪。我久久久。你有新歌吗？有新歌吗？还没有，在等你。哎，哦，他是在等待一个男孩。对。他是在等待。一太低。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没有，我等待一首歌。有，最近还有，因为他喜欢吃派 ，apple pie 啦，什么甜点。真的吗？对。真的假的？喜欢吃派？那该不会？好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了解啊。真的，有一种派在台北最有名的，没有，一定没有吃过。其他地方都没有。你没吃过？没吃过，我请欧弟介绍。对对对，这个派你肯定没吃过。因为当时他带我们去吃的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派。没关系，不好笑就算了。怎么样 ？OK 吗？不好笑，很强的。我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的话，家里是不用装冷气，对对对，超冷，超冷，太开心了。